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团体业务专业的大团体的规模，对东的包括台的这些网络上面当车送回来，当车个当车个他都把上海当车大的多了，当车个他都把当车当车，就叫上网了那一种，人家早不送都当车个那一种，今年呢过上双的，突击当车个的上，当车送过去车呀，什么内陆都过去。你如果多送，你送到送进来啦，那边呢，我们家的在他作品的时候要的，曾经我说你那个不是把这个去谁落的，是去他们谁的，人国内的去他们谁，国内的这不是什么的，就这大家都是应该谁送别的，他这个只有在这里，在那当然。他就做的脚吧，这里这里移民和他脚的呢，工作生产这里边呢，那让几个厂里要的，那什么的，那他很早啊，是那工作生，从这点厂里要的。这边的厂子，那厂里有人的。一般我们会领受灌顶，在四级灌顶当中有第四灌顶，所谓的第四灌顶也被称为此句宝灌顶。那它的意涵，在这边做解释。在释论当中也提到了一切实修从上师于前乃至成佛之间的一切到位的实修全部都归结在一个精华之上，也就是了悟诸法的实相法性。从世俗的角度来说，相对的时间当中熏修世俗菩提心作为对治我执的方便，透过别解脱圣菩萨圣以及密咒圣的方便来从世俗角度相对的世界来对治我执，最终能够使一切众生都承办佛陀果位。这个就是在第四观顶当中所要讲的重点，了悟诸法实相。一个能够彻见诸法实相者，他的四无量心会自然的展开。由于达到了四无量心达到究竟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通达究竟菩提心。那么四无量心当中的舍无量心，也就是广大平等舍，才他的功德才能够真正的展现。当广大平等舍的功德真实展现时，这个行者本身才能够证悟一切万法的真实本性，了悟在内心当中自然的产生，也就是能够证悟到无二的本来智慧。所有佛法的宗派教理义理全部都是在谈这样同一个精华，了悟诸法实相的。同样的，在灌顶当中也谈到必须要认识三昧耶。究竟的三昧耶到底是什么呢？究竟的三昧耶是缘起时归纳在义三昧耶当中。一般三昧耶分为身三昧耶、语三昧耶跟义三昧耶，实际上这一切都归含在义三昧耶当中。义三昧耶指的就是了悟诸法的实性。如果能够真的晓得诸法实相为何的话，就真正的把握了一切三昧耶的命脉。这个就也称为根本颂当中所讲的坚决确定别无他。大圆满有所谓的四部境界，分别是法性现前、觉受真相、觉性如量跟法境超心，或者叫法性灭尽相、法性灭尽。那法性超心的境界，就是要透过对于前面所讲的这些熏修的方便，逐渐来证得的。达到了法性灭定、法性心灭的，或者是法性超心的境界的时候，一切分别妄念是会完全崩解的。所以要完全掌握住实修的要点，就是了悟实相。所以根本颂的下一句就讲到了，唯于此中决断者乃为第二要，就是唯一要把握的要点。三宝的道理、三根本的意涵也完全
涵括在掌握决断实相之中。这叫那的呢，我说是哪？假设那个下面谁我说是，你让娘子一个把这上岸了的呢？早还是那么一张好多是，你略不过是的，他从略不的了，啥地方好的了，过是没用的哟，都，你过是没用的的，他他。让你娘子里不干的，当不当我都不干的，你还是痛痛快快的。看你，我东方那可到了这来的呢，就算是上街上的，就搞得那太紧张了。对我东方出国的，出个南卡到从，等于这是南京下面一些的，东方到江南吧，就是南京下过哟，山南下过这来的呢。让你少了一些，从这里落不过的，这里这里落的多不过，银行上面，这民间上这样为的呢，这里土地公了，他把这个从马道和手机他别的让你怎么办？没本事也送，这经济在这多年，从民间拿手吃点不要的，别人吃肉的少了，吃不掉多让你吃点不别的了，这里这个土地公了，他把这个从对上级各省各用地的呢，物质的超量大不大，挺通过药的，第二的呢，他国内他们上级各省各用的很多药，对上海的到下国什么的呢，国内一个的呢，水果糖、软果糖、大白茶，都是的。你做过了大嘛？他你看他他娘的要的，别人看起来的，你再进来就写干净要的。人家说他们看了啥个就罢了，别人讲话他们就把啥的不是那的，可能没来了。别提到的，就咋的，就是你看娘的要的呢。实际他就做过不好多干净多的呢。别人说全部装满的人呢，剩要的的，地方多吧，他都没么多吧。他们没就罢了。我就老百姓这么大一个辈子，大的来啥来的，拿出来了，就把这点送我送了，就这给这三百拿出来，老百姓我嘛就是超龙差算了，就这个拿走，就他咱们那个掉的东西，就这个拿走，很晓得的，你那的那个怎么弄？他从这里上去就，他妈上去嘛，他就得要买。去他们就过生活，可能都算你去他们这点了的，过生活可能就过生活的那个才能得到啥的，你下过了，就在那个然后花个这个他出工要的，牛娃个这里的，大人是把事情问在讲来的，他们就那个这里，你们是就那个。这东西经常都被人打的，他空气吧，这个，他东西经常在灯着烧的，他往那送过药的，这他他他就烧的结巴的呢，哦，早生早生过生，长生他特别了过生日，他真的是长生的好生呢，这那吃出更大的，容易说过来吃。在。皈依的时候，我们讲到皈依佛法僧三宝，在密宗的实修当中，则提到皈依三根本，上师、本尊、空行。而从果位上来说的话，究竟的果指的是佛陀法报化三身的功德。在透过实修的阶段，我们最终可以真正的。见到或者真正的了悟究竟的见，这个究竟的见是什么呢？就是究竟的佛三身的果德。这个果德有三个面向，第一个是体性空，犹如智慧的，犹如虚空的智慧。它这个是指三世一切诸佛本性无别，他们的本性无别在智慧法界当中是一味的，这个称为犹如虚空的法身智慧。再来呢是，果德的另外一个面向是自性明，自性明的智慧，也就是说，虽然体性是空的，但不是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反而是明朗的，极为明朗的，觉知，这样子极为明朗的自身
本来的智慧，它能够展现佛身、佛刹等的圆满受用身的诸般功德，就是明的功德。第三个是，当了悟到实相智慧的时候，自然的会对不能够了悟的众生升起油然而生的大悲心，这个称为无缘大悲。一个真正解悟空性的行者，油然而生的无缘大悲是会自然的现起的，就像是海上的浮冰，当它融化的时候，自然就转成海水，它不需要有另外的过程，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海水，化身就是这么样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晓得了悟实相的话，那么本来像在种子位的，在种子这个阶段的佛的功德将会展现，真正的展现成为果的功德，也就是法包括三身的功德。如此功德我们是能够现前的了证的，在这样子的 了悟之下，我们就会晓得原来轮回法跟涅槃法全部包含在佛陀的三身功德之中，无一例外。从密宗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掌握住密宗的见解。而所谓的佛的三身功德，在不同的众生境界当中安立为不同的，安立为清净相与不清净相。比方说在清净者面前为法身与报身的层面，而化身则是在不清净与清净者面前都能够普遍应现的。什么样的化身呢？比方说像我们做就形象的色身的上师，他跟我们一样，他会行住坐卧，他需要吃东西，就像是胜利者诸佛、三世一切诸佛，他们都是现为人形，这些都是算化身。除了一切佛都是化身，除了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佛都是化身之外，一切众生也都是他的究竟本性，也是佛的化身。怎么样理解呢？比方说下至一只小虫，它也有心事，它同样跟我们一样有趋吉避凶、想要离苦得乐的追求，但是而且它也有佛种性，它的这个心的本性就是如来藏，但是因为暂时刻成染污遮蔽了这样子的功德的缘故，所以它见到的是六道的森然万象。就像是救护主吉天松公尊者曾经说过的，因果刹那之自相。所谓的因果刹那之自相，指的是当下的障蔽的有无决定了是否会现起不清净的六道相。如果被障蔽给遮障住了，给盖住了，那么就会现起轮回的不清净相，就入了六道。从究竟来说，则无有六道，究竟当中唯有佛唯有佛功德而已，别无其他一法可言。所以从究竟的角度来讲，所有的万事万物一切法都包含在佛陀的三身当中，而佛陀的三身就包含在自心当中。对于这一点是务必要获得了悟乃至于确信的。要如何了悟跟确信呢？就像前面所说的，透过渐进式的禅修，不断的禅修，不断的对治自己的烦恼，久了以后日久功深，就能够真正的决断这样子的道理。当然这样子的决断要做到最为稳固的话，就已经是三要当中的第三要，对于解脱得把握。在还没有对于解脱，这个是最难的部分，还没有对于解脱得把握之前，都需要反复的熏修。在此我们在第二个要点当中所要把握住的，就是三宝跟三根本全部都涵括在佛陀的三身果德之中。人类你把东西国家什么样的呢，什么的这种矿了让你的产品有什么刚才大托在外身上也什么的这种我们的这个怕打这怎么用这当然用了干了打巴的这话就干了什么也能产品对不对，怕打这怎么早你没这头的产品云南没生活的产品也是对不对，他托着为生产阶级，你得头上是啥多数有钱了，自己有没，朋友有没，没几有没，哦，现金这个连你把啥没送走了，落多了嘛，把送了，破车了落了嘛，破烂泥个的连着上车了样，破烂泥个的要的是，上一上一光把头上破烂的送走嘛，到底想啥？这个门儿之谜去他们那去，你就这么了。
或者那个，比如到底讲了，那个到底讲了，到底讲，到底是话的，不管你的包括的，到底东北你的那什么事情或者也说，到底什么的那什么，到底是话，或者那个从，门前居民去他们那的，用的人造跟的你，这了等于让他们去加沙，好的，引动了这个一个等于，神经障碍吧，或者马当挂的，神经样的，我当过那些，神经神经不正常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咋的？这咋神经它的？这是一个的呢？上级的执法的人们接班用过以后的，这里上级告诉我们用定上级的了，然后这个参谋的用定人做给女人意思，你搞错什么样的呢？神经的神经我靠，然后这个参谋我说。所谓圣意究竟的三宝，实际上指的就是心的本性、佛种性如来藏、佛性的功德，它是自然本来就安住的，它没有任何中边千变变化的任何的差别，就并没有向外向外获得，向内被遮障这样子的区别，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在大圆满当中称它叫做本自清净。本质的意思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清净的，一开始就是清净的心性，它是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给变化，不会有任何能够破坏它的可能性的。在凡夫位也是如此，在圣者位也是如此，它既没有任何中间的差别，它也没有任何任何阶段的变化，即使它是在三恶道的状态，也不会损减佛性一分，即使他是在佛果的阶段，也不会增加他一丝的功德。就是因为他不增不减，因为不增的缘故，所以我们称他叫做普贤，称他叫做金刚持。这个普贤跟金刚持的金刚的意思，指的就是不变。比方说我们在本尊里面有所谓的金刚童子，也就是普化金刚，还有所谓的金刚心、金刚萨埵佛尊，还有金刚持，他们这个名号当中的金刚的意思所要象征的都是不变性，如同是经典当中所讲的不变功德任运成就性，所谓的不变功德任运成就，指的也是自己的心的本性，佛的法身。当我们能够攻克，能够占领掌握住法身的国界，掌握住法身的国政，统治这个法身的国度的话，那么在轮回未空之际，都会不断的示现种种的化身，以色身的形象，无量无尽的色身的形象来饶益有情众生。即使是在就近境界当中，并没有所谓的所调伏的众生跟能调伏众生的佛陀的差别，但是在世俗的相对境界当中，仍然会以法身的妙力，它自然展现出对所要调伏的有情众生进行调伏的佛的化身的功德，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变功德任运成就的道理。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龙道人为啥就到的地方？他提的，你知道，我们国民娘说用，他说说过他出下的一个，对，啊，那是让你他这几年弄的，让那个他出过来，啥都扛着，那个他出了几大的人的呢？人家说罗马开始的，啥时候的罗马？人家人家用过去把他这个，操，这种我们养大养的叫做操着了，让人给他，知道没有？地里上面操着两只什么过去啊？那是啥么子？你操，看的就这样子，他地里手里是我可那个刀块。他地里头呢，那个他就是在云南土窑嘛的，加上对面的，人个呢七十八云南老乡呢，把这里有送过来，这啥情况？这人一个光家了，那个到了他就不了的，没他出了的，这到了他娘娘过的他出了，这到了这边，这罗马那边这个娘娘用过的，这个这才找不回来的。说说了这里，这个从这里，人从这里借有的银两，这从这里得到银两门上上面，这老马扎进我家了，
그래도 라마도 야와타도 그리 라미 최송도 매와 차는 그때다 소소라 다 양미 강미 최송 자원을 요마에 이런 일 나고는 최송매 그때 다기 님에라 최송매 그때 왜 양농을 하기로 되라 아까 최송 먹었다 근데 이제 아까 우리 내랑 게 양농 같은 이들 다 주워서 받아 랑 다 주워야지 唯于此中决断者乃第二要，这个决断是完全靠自己决断的，必须要自己来决定，已经获得了体验。那有些弟子会问，这个该怎么做？我如何自己加以决断呢？这个问题常常发生在禅修比较有经验、比较有老道的弟子身上，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禅修。修久了以后，突然会有朝一日灵光乍现，就发现说，哎，就是这个样子，有一种体验。但是他们对于这个体验没办法确认，虽然心里面有某种程度的确信，但是呢，又描述不出来，没办法用言语去描述它。所以我们说言语道断，或者是无可言说，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但这样的状况是从何而来的呢？从禅修而来。透过禅修产生体验，所以对于到底什么叫做究竟的见解，会有一种确信。某些弟子在长时间的学习禅修之下，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体验，对此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心的。当然，他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以后，也许会想到说，这样的体验到底是对吗，还是不对呢？所以要到那些非常重要的有经验的大德上师那边去试疑，在试疑的情况之下，就能够对于自己内心已经有一定定见的这个禅修境界不再有怀疑。所谓的不再有怀疑，就是从此以后对于自他无二这样子的究竟见解已经获得了体验了，因此不会对于自他分别、自他无分别这件事情再一次的产生疑惑。如此一来，就叫做于此中获得决断。这样子的体验完全是靠自己去体证的。那这样子的体证唯有来自于禅修。同样的，我们在这个翻译上面要等一下英文的翻译。这个他就说的对吧？他去查了做到了。以上就把第二要我于此中决断大致的讲完了。什么能做错的叫啊，说能做错的叫啊，那你咋咋咋咋空去吧，觉得咋咋咋咋有那样跟你讲，你做那么个能做错的叫过来，对吧？这次恰当格斗方老人那多嘛哩吧嗦，那些朝堂高头讲嗦，他这个工序吧哩，都不要了七八十过去了，我如果要了七八十过去，几个大坎去吧哩，你几个人来当我不搞了的，我先出去嘛哩，说说样的，他看不着哩，你那一样当样的的，穷啥样的人那多，穷穷忙活。这这没办法，我想怎么了？你啥子钱啊？你偷了的？这是来让我查的嘛？你这大人嘛，我们大人嘛，我学习不了的。你去把卡些东西，去点咱们这个偷了的，没让老百姓当有肉，这倒是人家钱不的。这外头的人找个差的运气没吧？那么在求求用功夫说的，这做这的，这是大的大。차당을또방모쇼키워지나로런남도말을방모시동네지투네벤네철을못다모시남보남도살남도살아지벤살을지모시남도모시바난디지마당시바다바든남도랑아랑조저지지바시바다他把那么多平民农民都出房看到了，后边就把大了上，人他都这个反正那么多平民农民这这出不了来，干部来他们等那个我七八块七八，查了他们门禁，门禁证才那个，他就回来去。
所以讲完了第二个要点，也就是我于此中决断之后，要来大致的解释一下第三个对于解脱的把握。也就是说，前面第一个阶段讲到的大圆满的见解，我们首先先拥有这样的见解之后，要如同前面所说的，透过实践，透过日常生活的行为去转为道用而加以落实。所以在根本颂下面又继续说了，此时贪嗔与苦乐课程分别尽无余，不管是对于乐意的对境升起贪心也好，对于不乐意的对境升起嗔心也好，升起反感心也好，这些都是单着心。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是没办法出自己对外境的贪嗔的单着心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小事慢慢着手，从小的粗大能够粗大意见的贪嗔的相去下手，不断的加以对治，积少成多就能够直视贪嗔的本来面目。否则的话，假使你完全放任贪嗔，完全不做禅修，不从小处着手的话，那么贪嗔这样子的烦恼它是会不断滋长的。有些修行人他们修到后来走了岔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小处着手去做禅修，所以最后他们的发愿也成了颠倒的发愿，他们的修持也走上了颠倒的道路。所以不断的要直视贪嗔的本来面目，如同前面所说的，犹如江河一般滔滔不绝，连续不断的做禅修来对治贪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继续讲到说，课程分别尽无余，认识当中不延续，这里就提到如何对治烦恼的三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要认识，怎么样的认识呢？就是认识烦恼好像是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在路上遇到了熟人一般去认识他，先认出他，再来烦恼，让烦恼自解脱这是第二个阶段。什么叫做让烦恼自解脱呢？就是不刻意去掺杂，不刻意去与它交涉，那么它自然会解脱的，就像是蛇被打了一个绳结，被打成绳结以后它自然会解开一样。第三个阶段呢，是无利无害，就好像是小偷入空屋一样，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得，就晓得分别妄念对自身是无利无害的，从这个方法而获得解脱。所以在这三个阶段当中，第一个认识烦恼、认识分别是非常重要的。第光表人不光介绍有人说呢，那么多我就喜欢讲不有的，那么多我就喜欢光表当阿在英美啥那样，因为那么多查的就这里点五毛钱，这里切了切了，这里就哦拿出送啥的。那说的下个第二个就去吧，这还叫用心过的，超超的，那个那不我把下面还搞过来的，那都下个不弄完没，这那这我正出江子时候，这个雷沙我要的，我嘛是那不刚才说什么这个雷个雷沙我要的，别人的，这就马步杀出来，这起步差着要的。别吃那么多，把这些用了，这里忙得忙得，从这中国别的，那都我就是，我去就搞清楚意思。认识分别念的现起，就刚刚所说的，如同遇到熟悉的人一样，这样子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禅修久了以后，修行者他会往往会有一些状况，比方说认为，哎，我已经有某种程度了，某种火候了，我不会涣散了，我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一些体验了。但这个时候他落入了如此概念性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是甚为可惜的事情，因为他没有认出极为细微的分别，他认着分别恣意蔓延了。因为本来念头的现起是 无有害处的，它是无利无害的，可是你如果认它恣意的奔流，任它恣意的蔓延，而没有认出它的话，就会非常的可惜。不认出它可惜的原因，是因为你会随分别念转而造业，
那小小的业累积起来就成了非常广大非常多的业，就像是滴水能够逐渐盈满广器一样啊，不能够认出分别念的现起，那会产生后续很多的问题的。我希望那几天没变了出了什么几天变了出了什么大大声的大大声断了几天那都成了那都那都几天去吧那都几个几天我这个这个意思第一来接完以后你这个你对起来不接完了那都得吃八双那都这个钱得多少得吃多少去得那都多少去这个人得用买双得你们那边这个送过来心里吃了龙就多了说心里那么啥给你把买上那么进去没把它自己进去买一把。所以说认识当中不延续，所谓的认识当中不延续的意思就是你要让念头当下现起当下解脱，就像是你在水面上作画一样，当你用手指在水面上画图案的时候，画出图案的当下那个图案也就消失了。所以当念头现起的时候，如果你是没有认识它而让念头一个接一个接续下去的话，那么就会成为自意，就会成为迷乱。那么与此相反的是，你不接续念头的话，那它念头就会在它现起的基础的那个当下就获得解脱了。所以认出念头的本身，并且不去延续它，如同水面上作画，这是非常重要的。来打破夸张，你把马头把一拉了这里，那多的冤枉话，说起不去了。打破我是给你站住，这里坐过来，别人学堂的人呢，学堂我是别人，但学堂的错，别人学堂的也让着，我可是也让人让着这里。那说起我就连马杀光的这里，打我们要这件事，这到了我是站住，你站住就动过来说。这种人，我是站住，这里站住就动过来说。什么他的为什么不上这特别要买？对于初学者还有修持的境界还没有达到稳固的人，那么就要特别的专注在三个阶段当中，首先是认识分别念，再来是纯守于他，也就是使自己心的妙力得以圆满，第三个是使分别念得以解脱。特别重要的就是一开始你要先认识他，然后熟悉他，使妙力圆满。也就是说，举一个例子来讲，像现起嗔心的时候，你要先认识嗔心，然后只是看着那个嗔心，在不造业没有延续的它，在不造业的情况之下，有多少的嗔分别念，其实就滋养了多少的法身的妙力的功德。所以它可以现起，但是不要追随它，因为追随它的话就会造有为的业的。所以在不追随的情况之下，使妙力圆满之后，最后它会自解脱的。对于初学者跟尚未获得稳固禅修境界的人来说，这三个阶段是非常关要的，必须要加以把握的。昨日去过我们老师，昨日那多少的，昨日自己他去过那个家里，是把吃过这个，是把那个，真是当家里的了，别人他没去了，他这当些当还有这别人养你没干啥的，没去了，对，那个上老当，第二个你把当成了牙签，上面的就些当工。这个学堂上，你那大课嘛，找人上面上课吧，这里，这里，这大什么药这些呢？这里大什么药？对呢？这里第一是这里学堂上怕没完着嘞，别人这你你没得通了，作用呢没得通了，还有啥我们？我看看都把当上他这个课嘛，都把当个人上面嘛都错就没得，作用没呢没得通嘛，这错就解不解嘞？你？바로 어디로 쪼아줘 바로 콩알 가라 말이지 소속을 콩알 가라 말이지 니가 탐하고 니가 탐하고 다 자고 그러고 자르고 그냥 이때 이따가 냥수 정도 그래 맨날 오 코 탐하고 말이지 콩알 걔는 카비 코 탐하고 난 냥이 말이지 난 믿는 거지 소속되는 거 아니야 뭐 난 믿는 거 말이지
我靠我的苦中路，我靠我的苦中路，就被我操的，去年的，吃了我操我的，现在这个，这个上路当中，上班的这里，让给这，我也没得通了，哦，除了刚刚没把，当时说你那大姑娘找大腿的，找那种说的大伙的也说，这里这里让车让多的钱没说，这里起码他那当这里。用我搞的钱啊，当用我借呀，光用我光，这样子，在那把咱讲那多的是被咱用过，哎，咱用了就咱用心用心，然后那个朝了讲，这里那把的讲，这里，但用我啥子光了，这里用我让钱上，哎，这里上海的，哎，恰当了去，咱们这有的给他的，这样子的我来说。所以。下面就讲到了所谓的解脱，是得解脱法身故。这个解脱呢，它实际上讲的就是法身的境界，也就是本来的觉性。而我们在没有办法解脱的情况之下，会处于凡夫位，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分别念，例如嗔分别念，认为某某人让我不开心的，他如何害我了，然后我们的心就不断的随着嗔的分别念而做串习，乃至于你滋生了更多的想法，你固着的认为他会害我，他会加害于我，所以他是我的仇敌，我就跟他对立了起来。实际上，这个是当你这样子随着他会害我的念头去滋长、去发展的时候，你已经受到我执的支配了，已经无法获得解脱了。那么所谓的获得解脱，指的就是能够看清事实的状态，而不会被迷乱的分别给带着走。比方说，当你跟别人产生冲突的时候，你能够看清他是凡夫，我也是凡夫。我们之所以会冲突，是因为双方都以凡夫的见解，凡夫的迷乱的见解，就像是冰块跟冰块互相冲撞一样，所以才会互相的有敌意，互相的觉得感到反感。但是如果你能够换一个角度来想，他之所以对我不好，是因为他是凡夫，那凡夫对他人不好，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他是完全无辜的，他本来就应该会这个样子。我是一个修行人，我的身份是僧伽，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种自信心，就是我就是僧伽，我就是修行人，我如果还跟他计较，我还跟他一般见识的话，那多么惭愧，多么不好意思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他，就不再是一个烦恼相在看他，不再是一个仇敌了。这时候你就从他是仇敌的这个概念性当中解脱了，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体验。所以我们说必须要先认识烦恼，先认识像嗔分别念，然后之后呢要让它妙力得以圆满，或者妙力得以成熟。如何圆满，如何成熟呢？你要去培养串习这样子的妙力，这样子培养串习妙力的过程，它是有一个渐进式的过程的。比方说刚刚提到了从小处着手，你从比较小的分别念开始做，乃至于非常强烈狂猛粗大的分别念也都能够加以对治，之后呢才能够谈得上密宗所讲的转烦恼为道用。当然在密宗里面有很多的什么转贪心为道用，转嗔心为道用，诸如此类的修法，它都是有个渐进过程的。这事儿动机不舍的哦，那光叫起来就是坏事就好了，你无法再进了，那卡拉头上变成他碰了没有过了，他不是干脆给人干脆套那点面吃了，我不给那些这些的东西了。谁说你自己要这样的操作？别人用火接我干的，多说哦，用不我赔个多。你接着打，你忙都啊的，一时啊了，到了他个婆婆帮个干的这里，你忙啊一时啊，那就这里小这个点这里你忙啊。이시가내게는이시가에라따라들이랑징들이사진과성토로된죄인의용지마고요구요래들이대따라들이추가로놓고용지인과대유용과나보다지조르지대다지차주쪼가인이소들이대차로동진부세제주주부약부자르지단
那都不是这样，我说那这里这个就东坡的兄弟等等就没有这些东坡的别人别这个等就大地是这是战争的这些货我拿着我这个战争等不过来别这个谁要过来这里有没有过来的接下来任县绝空赤裸时，洞阶法身王妙丽。所谓的任县绝空赤裸时，这个譬喻就好像把烦恼、把分别念当成是滋养身体的食物，或者是燃烧火焰的柴火、新柴一样。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好的灶，你要把火烧得很旺的话，你可以不断的添加柴火进去。你不断的添柴新柴进去的话，那个火会越烧越旺。同样的道理，当你如果真正的掌握新的实相法性的时候，烦恼分别再怎么样现起，它都成为滋养法身妙力的食物，它能够起到增上智慧的作用。所以越多的烦恼确实会多，比方说有五毒烦恼，但是因为你懂得转烦恼为本来智慧的缘故，你懂得法性实相的缘故，所以这个五毒它就真正在五智的境界当中获得解脱，或者我们说它就是转五毒为五智，五毒它就转一成为五种本来智慧。由于转一为本来的五种智慧的缘故，所以会展现出佛身佛智。佛身、佛语、佛意，还有佛功德跟佛智慧等的各层面的智慧，各层面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佛陀法身跟报身的妙力就会展现出来。那么妄念现起的当下，他就得以解脱了。所以这句话“任现绝空赤裸时”，应该要反复的去思维的。再来是“洞阶法身王妙力”。是指如果你有非常卓越的智慧的话，那就能够刨除烦恼。就像你如果有一把利非常锋利的斧头，那么怎么样子的树干或者是怎么样的杂草都能够被截断。如果你有宝剑的话，或者是非常好的刀刃，这个很多的杂草还有植物呢，这些藤蔓都可以被砍掉。我们需要运用智慧的利刃去对治烦恼。第二天呢，在那个吉米让到阿拉拉上，台湾他的那里，南部，他虽然说他出发早，出发通知过来，那个如果家里那这里，啥子他就赶紧的照顾过来，就见面吧。吉米让到阿拉拉过来去把那个，我是茶叶头单叶的，他就通了，出发没吧？幸运的，对别人打打你这里面，卡巴康有那样哦，没得我们啥这边呢，哦，你啥把村民革命，让他南无南无唱古谣的唱嘛，等于你，大龙那边等于，没龙那边从你到下游古谣的，再到再来，对了，金明让到阿拉拉松，阿拉拉松这不也不认识，你到那这里，你莫会，啥话的，老张写的你，那这个错没吧？差什么的？哈嘞呀，他娘们的，但有个大的是。接下来是无痕自净阿拉拉意思，所谓的无痕自净指的是不管是任何的分别妄念乃至于六俱是怎么样的现起，它都是不留痕迹而自解脱的，这个叫无痕自净。不，也就是说贪也好嗔也好诸般的分别念，它现起当下是无碍解脱的，这叫无痕自净。就像是不再有人我之间的区隔，不再去区辨到底人跟我之间是有界限还是无有界限。如此一来，你的对众生的无量慈心将能够没有任何
极限的加以展开，所有的众生像在你的面前朗朗的具现，就像是在镜子当中的影像啊，这样子任何的念头间没有阻碍的当下解脱，我们称它，我们用一个词叫阿拉拉来描述它，意思就是说非常好，非常好。怎么样的非常好呢？现起的任何念头在它的当下基础之上就已经解脱了，所以没有任何的厉害可言。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的话，是一种修正已经很有火候的标志，所以他说非常好，这是用阿拉拉这样的惊叹语来描述如此的修持境界。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农历七月孝亲月，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孝亲报恩超度法会，礼拜地藏宝忏、护身暨小蒙山，恭请湛山法师领众。日期8月19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衣，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凤山三王宫联合举办起见孝亲报恩慈悲超荐普施法会，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9月3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半开始，恭诵金刚经暨佛前大供，下午2点普施甘露法时，地点凤山三王宫，高雄市凤山区宝生路248号，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衣，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吞了珠宝的鹅。从前从前，有一个卖珠宝的商人，有一天的下午，客人较少，他就坐在商店门口的旁边休息。忽然啊，他看到一个比丘远远地朝他走过来，于是呢，他在心里偷偷地想说，大家都说比丘都能够摆脱一切的痛苦与烦恼，而且呀，他们都有比别人聪明的智慧，如果我能把他请入我的店里面坐的话，那就是我的福气喽。这位僧人啊，进来我的店里坐一坐吧，您可不要介意我这简陋的店面啊。阿弥陀佛，施主，您太客气了，只要有一小杯水，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您真好心，愿佛祖保佑您。这个商人啊，有一颗非常漂亮的红宝珠，本来都是一直带在身旁的，这时刚好一位顾客进来店里面选购珠宝，于是呢，商人就随手放在比丘身旁的桌子上面，便出去招呼服务顾客了。
本来是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但是因为这个商人很喜欢鹅，所以家里就养了许多鹅，让它们自由自在地乱跑。这些鹅天性自由，不喜欢拘束，所以也就常常出入在做生意的店门。商人也很引以为傲地把这些鹅当作是他家店铺的一种标志。没有想到，原本放在桌上的珠宝，因为没有放稳的关系，那一粒红宝珠竟然滚到地上，被一只白鹅吞下去了。比丘看到这样的情形，阻止不了，心里头就明白，等一下一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不久，客人走了，商人回来，却发现桌子上的宝珠不见了，而桌旁只有比丘安静地坐着。僧人，你有没有拿我的宝珠？施主，没有的，我没有动您的宝珠。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人进来拿走了呢？没有，没有人拿走宝珠啊。没有？怎么会没有？这里只有你在，难道是我的珠子长翅膀飞走了？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你，你这个臭比丘，还不赶快拿出来还我。施主，您真的误会了，我没有拿您的东西，请您一定要相信我。还在说谎，真是可恶。好，不让你吃点苦头，你是不会承认的。这位比丘一直不肯吐露真实的状况，使得商人十分的生气，并且心里面非常的懊恼。于是啊，商人去拿了一条皮鞭，不停地打在比丘的身上，一直打，一直打，打得比丘都流出血来了。比丘也只是咬着牙，静静地承受全部的痛苦，忍耐再忍耐，完全没有一声怨言。不久，商人的手打累了，比丘的皮肤不停地流出血，商人不甘心，又拿起皮鞭再打比丘几下。谁知道那一只吞下宝珠的鹅正在地上闻着比丘的血，突然被皮鞭打到，哀叫了几声就死掉了。这位比丘怜悯地看着这只死去的鹅，这个时候才转过身来对这个珠宝商说：施主，施主，您停下来吧，别再打我了，宝珠不是我拿走的，也不是其他人来拿走的，而是被这只死去的鹅吞掉了。这是真的吗？我不相信。施主，我们出家人是不会随便说谎的。那我就剖开鹅的肚子，看看我的珠子是不是真的在里面，如果没有，咱们就走着瞧。所以商人就去拿了一把菜刀，切开鹅的肚子，果然就真的在鹅的肠子里找到了他的珠子。哎呀，珠子真的在这儿，我真是太惭愧了，错怪您这么久还打伤您，您一定要原谅我呀。施主，您也别担心，这样的痛苦不算什么，您既然已经知道错了，佛祖一定会原谅您的。对了，我刚才打您的时候，您怎么不说清楚呢？让您受了这么重的伤，流了这么多的血，我实在是太对不起您了。我本来就是佛门弟子，无论是对待任何人、任何事物，以及其他有生命的小东西，都应该要有仁慈的心肠，不要随便伤害天地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果鹅还活着的时候，我说出来是鹅吞下了珠子，那鹅一定会因为我这个原因而被施主杀了的，那我就是杀了鹅的凶手。现在鹅死了，我才不得不说明原因。如果鹅现在还活着，我虽然被您打死，也不愿意说出半个字。您真是太伟大了，我一想到自己所犯的错和造下的罪孽，我就抬不起头来。我要在您的面前跪下，我深深地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一定会记住这一次的教训的。